本期讲解一个官方扶持的正规项目，抖音团购达人，日入300块啊，爆单的话是2000，零买卡，每天半小时发图案就可以操作。今天分享的是就是这个项目啊，不像其他的蓝粉等擦边项目等被平台管制，说封就封了啊。这个项目的话，每天不到半小时发几个图文，做起来之后日入300很正常，如果一个视频爆了可以直接赚2000啊。因为抖音要做外卖平台，所以大力扶持，真的现在是一个大力扶持的长期项目。这是整个的课程目录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的介绍，先看这一个，还有这个项目的简介、账号的包装啊，还有发图文的过程，还有怎么过审、怎么去重、怎么选品、账号的后期运营。如果需要本条课程的话，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抖音团购达人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